点钱，你就当破财消灾啊！我包一起拿走了。开心开心的，哇！今天手气不错。算了，哎呀，眼前的人这个包不要我捡到都是里面没有钱的，怎么你捡到的？你刚才在这里捡到了？我们不是在这里，在前面那个路口那里。不可能啊！这包明明就是我的，怎么会是在前面捡到的？哎呦，反正我就是捡到了。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你？哦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刚才呀，有一辆车在这里过去，啊，在我后面敲了我一下，其他就我就晕倒了，肯定就是你。从这里过去没有别人了，就是你敲了我一下，对吧？那你晕了，你怎么都没有人经过啊？我是刚好这里有心救了你，现在把我赖上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晕倒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晕是晕了，但是我迷迷糊糊的，说话都说得好，人家酒醉三分醒啊，我都是有一点点醒的。那你醒了，那你那个口音是女的说话的吗？没有人说话，反正就是你。现在我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个包在你身上，我知道了哦。真的不是我啊，你肯定是还有同伙，老老实实啊，
说实话吧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缺钱用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啊，你干嘛撒这种啊撒三滥的手段出来啊，趁火打劫啊。美女真的不是我啊，我现在你这样赖账，我有理也说不清啊，是不是？我不管怎么说，快点要不然今天我就不跟你回家，我要抓你去派出所，我让你蹲牢，蹲大牢，蹲一辈子的牢。你要是知道我那条金链子可是值好几十万的，我准备拿去大牢去卖了交医药费的。美女真的不是我，要不这样我打电话给那个保安。啊，不要打我了，美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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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真的不是我，因为这样吧，我把那给那个保安过来吧。你还叫同伙来一起抓我走啊？哈，是保安，还是叫你的保安？不要打我啦！不要打我！真的是，叫我来叫。拿出来！再偷我的钱，还想叫保安过来啊？偷溜和我啊？叫你那些同伙过来啊？哈，你打电话给他就知道了吧？真的是叫你的保安，我骗你来干嘛？我不要你叫，这我们真的是。喂，保安啊，我在那个三岔路口那里，我刚才呀被人家打劫了，钱跟金项链都不见了。我现在就看到一个女的在这里，肯定就是那个女的干的。快点出来，把她一起抓走，抓去派出所，将她绳之以法。我问她，她老是不肯同意。好。让他过来再说吧，真的不是我拿的，还不承认是不是？谁？谁来？真的是，是他。美女，是谁啊？你这女的终于来了，他冤枉我，这个包里头里面有钱，把他抓走再说。哎，美女是这样的，我们先搞清楚先啊，是你拿了别人的包？我真的不是这个包，我捡到的，不是我拿的，就在他身上拿的。哎呀，就在你身上的你，哎呦，还是抵赖啊？是也不知道谁丢在路边，然后我看到这包那么漂亮，然后我又捡回来给自己带了，没想到。哎、你是不是在狡辩？还狡辩我啊？还狡辩过是吗？我连大腿都打到你了不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有理也说不清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们遵守一段时间，就你这样一个监控。我看一下，对，是不是你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就跑不掉。我跟你说，就那块监控，是不是？赶紧调一下。这里是五号监控。好、啊、真的是。不是我做的，我肯定不会讲认识我做的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哎，哦，原来是一个男的，你看，蓝绿色衣服，蓝色那个牛仔裤的。哦，对哦，你看，这都说不是我拿的，我不是小女孩，怎么会拿你的钱偷你的项链呢？他故意把那个车黄在这里，后面就从后面袭击你，搞了一棍。哦，之后你就晕倒了，是吧？这样啊？哦，这个人我认识，是隔壁村那个老六。前段时间他不是在监狱里面刚出来吗？我怎么知道、啊？是惯犯来的。惯犯啊？对啊，怪不得。哎呀，怎么你们怎么当保安的？惯犯也让他出来抓案？哎呀，是人家他服刑已经满了嘛，之后就刚出来的、哎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保安啊，保护我们村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。下次啊，你们啊。看警惕一点啊！知道知道，哦，不要这样吧。冤枉我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差点冤枉你了。他打得我都痛死了。这样吧，我直接打电话报警，等一下你们一起跟我去派出所录口供，知道没有？嗯。哎，美女，对不起了，是我怪错你了。喂，110啊。这不是我呢。啊，这样啊，我们这里啊，这光棍村这里啊，被人家打劫了，有一个美女啊。是这样的，现在人证物证啊，我们现在去你们派出所那里做一下口供啊，笔录啊，就这样，我马上到了啊，我带上美女他们一起过去啊，好，就这样啊，好吧，我过去啊，放在这里先，先去派出所抓那个人先，走吧。